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撒谎了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咋的？我这一朵鲜花能插你这牛粪上吗？你是啥？我是一朵鲜花啊。你是鲜花啊？你要是鲜花啊，牛都不拉屎了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。有人问我这么美难道不会被自己美晕吗？其实还好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跟老公相处咱得让着他，别一天净事儿，让他洗碗，让他做饭，让他挣钱，让他看孩子，咱得大度，是不是啊？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到人生的第一个30万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到后来慢慢发展到120万、500万、800万，甚至1200万，我已经对这些数字麻木了。不管手机像素的高低，为什么就拍不出我这该死又无处安放的魅力呢？